为着吸引民众来到云林旅游消费，云林县政府推出活动，民众只要伫咧7月14号到11月30号期间，伫咧云林合法店家消费满100块，就会当来订落发票；而满500块，就会当来参加模彩。除了有100万名车、电动机车、手机啊等等丰富的奖品，更是有店家配合活动提供这大熟更。由云林县所举办的消费满500就当参加摸彩活动，伫咧8月24号正式开放发票的登录。民众只要是伫县内合法商店家消费满100块，就当来做登录。而即摆摸彩奖品也当恭喜非常丰富。每个人只要消费100块就可以登录来做这个抽奖，而且不限次数。所以你只要消费越多，抽到奖的这个几率就会越大。那除此之外呢？这次呢，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不动产商业同业工会呢，再次就是赞助我们整个这个抽奖活动，还有我们的个三桃酒店，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东壁山庄，都提出他们这个住宿券来做一个响应呢。接着业者拢来表示，因为现在已经渐渐平稳，来旅游人潮也是大大来恢复，为处也希望会当配合这摆管府的活动。那也相信我们的。搭配这些活动呢，可以把我们的云林的观光以及相关的经济活动能够带动，也希望说我们的游客因为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多多到我们的湖尾来玩。那我们湖尾目前是交通部指定的10大好玩的城市。我们在10月底的时候会办一个土库国际生活节，对，会有奥地利的一些表演，还有法国的一些艺人街头艺人表演，我们也会有做一个抽奖的活动，几点抽奖的活动。因为伫去年光复所推出的月月抽活动是受到真侪民众欢迎，为处伫今年也来继续延续。以上大中行特斯拉800名车也将伫12月15号来抽出，同时文管处也提醒大家会当来下载漫游云林 APP， 都来会当来订落发票，也当来查询云林的景点。延续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月月抽的这个活动非常受欢迎，所以呢，这么多的奖品会在每个月的月中来做进行这个月月抽。那接下来9月15号就会有第一次的月月抽，那10月17还有11月的这个15号也会做一个抽奖活动。那最重要的是，记得要下载漫游云林 APP， 所有的相关活动、抽奖活动还有游程，通通都会在漫游云林 APP 的这一个就是 APP 上面。只要是伫7月14号至11月30号期间，伫云林合法商店家消费满100块，就当来登录发票；而满500块，也当来参加奖品丰富的摸彩。上大奖项就是特斯拉的800万名车，有些民众乃当拥有前来云林铁佗。记者江怡昌报道。